们整个商品的种类大概有六七百件，那里面呢大概分几类，第一个是技术性商品，那技术商品呢通常是以专利为主，那专利我们不会陈列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在我们建立的电子商务平台里面就有我们的专利性商品，这是当中的一块。那各位想看到的这个场域呢是属于实体商品，那实体商品里面呢我们又分好几类，第一类呢是我们所谓的流行时尚的商品，像我们有树德的包、树德的衣、树德的手。